迎回到我的旅日美食频道。那么刚才大家看到的呢，就是我们前往这个金马伦苏埃帕拉斯第一波的这个途中。就是说，其实之前呢，在 before MCO 之前，我也是有来过这里。之前我们是可以直接下车上去了嘛，可是现在呢就已经不行了，我们需要把车停在这个梯波下面的停车场，然后我们要走阶梯上去。如果是好像那种大型的旅游巴士的话，我们是有看到讲说是可以直接上去啊，所以会比较方便一点点。然后现在呢就是需要走这个阶梯，大家可以看到吗？很多人都在走，然后才能通往这个cafe 那边。所以今天的这一支视频呢，就会带大家去看看 MCO 之后呢，也就是开始开放这个旅游业之后呢，这个梯波的情况是长什么样子的。那如果你喜欢美食和旅游资讯的话，也可以订阅我频道哦，因为我频道主要呢是分享这些内容给大家的。5 minutes later， 现在是早上10:15，然后我们好不容易爬上来了，我们大概用了一个5分钟的时间爬上来。可是来到这里的 cafe 的话 ，Oh my god， 超级多人在排队，累了累了。然后我们发现啊，这里有一间 cafe 哦，这间 cafe 是之前就已经有啊 ，MCO 之前就已经有啊。然后呢？这里也有另外一家 cafe， 一点的，它风景哎就没有好像这一家这样全部全景的 view 这么美，所以可以看到这里的人龙是最多的，超多的，排到后面去。然后那边呢是我们爬上来的入口处，直接排到这里来。现在才10:14吧。我们现在排着队，然后打算要进去那个 cafe 这里。然后这里呢是一样哦，跟 MCO 之前是没有什么差别啊，就是还是有人在这里拍照，然后有一个招牌。今天有一点点微微风，虽然有一点塞，但是是 OK 的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们从那边拿了这个菜单，比较快，收点等一下直接去搞的，给他看，然后给钱，他就给你食物了。哦，好厉害哦！来，你有跟他们讲吗？其实那边也是有另外一间的。啊，有，那边其实也是有另外一间 cafe， 这边也是有另外一间 cafe。对，可是那一间 cafe 它比较小一点，然后它风景有像这样子这么美的落地窗。对啊。上来就知道。来，我们来看，我们要吃这个 bowl green tea tiramisu， 然后我们这里点一个 E， 然后我们还要吃 gentle cheesecake， 点一个 E， 好吃吗？哦，好了。什么？我觉得好了。Strawberry bowl。这里就是卖茶叶的地方。好像如果想要买手信的话，就可以在这里买哦。好像这种超漂亮的。你买了什么？你买了什么？哦，你要送给人的吗？ Earl Grey， 这个很美哦。没有，没有 Earl Grey。我们买了 Earl Grey， 因为要送给朋友的 Earl Grey。然后还有这个，果然蛮意思的。墨绿绿茶，然后还有这个日本煎茶，这个是普通的绿茶。
后面的人潮越来越多，排队给钱也是要排队。这个是他们留下来给游客看的咯，然后这个是称那个茶叶的，以前的 style 现在已经换了吧，然后这是他们的机器，很漂亮哦。这里呢是在那个卖茶叶的地方，往后就可以看到了，比较少人来，可能因为太后面了吧，大家去排队那个 cafe 就已经排到累了，就没有来哦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放映室，可以在里面了解这个茶叶的制作过程。我们现在已经吃了那个糕点，然后也拍完照，现在要走同样的一段路。就回家了，我们要去那个停车场那边取车，然后就可以回家了。我个人是觉得说今天虽然不是 weekend 啊，可是还是很多人，所以如果你们是想要来这里博提的话，然后又不要太多人，然后又不喜欢要排队的话，建议你们可以早一点来，因为这里八点半就已经开门了。那么如果你曾经来过这个地方，然后你觉得这个地方还有什么是比较特别啦，然后我们还没有 explore 到的，就可以在影片底方留言让我们知道哦。那如果你喜欢旅游和美食资讯的朋友，就可以订阅我频道。我是丽婷，我们下一个景点再见喽。